很开心在情人节跟大家见面，那就当作我们一起过情人节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刚那首歌真的好久没唱了，你们有勾起你们儿时的回忆吗？有吗？就是有没有就是学生时代的时候听这首歌曲的？来，谢谢这边的朋友比较热情一点，中间的朋友，这一边的朋友，好的，接下来下一首歌是我的新歌，是一首台语歌曲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梦想呢这条道路上面非常努力，有的人会成功，当然也会有很多人失败，但是千万不要沮丧，我们要坚持到底，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梦不是空笑梦。我不是空笑梦，送给大家，尖叫声，就我贴你爱